化佛法。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每星期天的十二点钟到十二点半，有半个小时呢是白话佛法。听众朋友们，那么上次跟大家讲到根基，实际上根基很重要。一个人学佛要有根基，一个人做人的人品也叫根基。如果这个人的善根好，这个人很容易学得很善；如果这个人的恶业深重，这个人一到人间之后，稍微懂点事情就开始来报恶业。这就是为什么根基对一个人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种因得果，你在前世种下的好的因，那你这辈子呢会得到好的果，但是你如果没有种下善良的因，那你这个善果呢就不好。所以呢，今天台长呢继续呢跟大家讲一讲根基。我们说如果一个人啊根基很深，那么这个人呢应该就懂得十二因缘啊，也能说四圣地。那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如果根基有的人他懂得人因缘，就是要断他的见思惑。见就是见到的见，思想就是思维的思，惑呢就是迷惑的惑。实际上说这个呢大家就明白了什么叫见思惑啊。因为思维上有迷惑，那么这个人呢就像迷途羔羊一样搞不清楚。因为人不能迷惑，我们在人间什么事情都要清清楚楚，当你对什么事情都不了解，你实际上已经是迷惑了。所以我们经常说见思惑呢，实际上就是要破除自己啊，我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取见等五不正见。思惑是什么呢？是思想上的迷惑和错误。实际上，思想上的迷惑无非就是贪嗔痴慢疑等五种烦恼。可能台长给大家猛一讲，大家觉得佛法这个不能理解很深，那么台长在这里呢就告诉大家，实际上呢贪呢就是人的贪性，嗔呢就是恨心，痴呢就是不懂不明白而做出很多傻傻的事情，慢呢是傲慢，一个人都会很傲慢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疑是什么呢？是怀疑。所以这个也是烦恼，当你傲慢的时候，实际上人也有烦恼；当你怀疑人家的时候呢，你也有烦恼；当你很贪心的时候呢，你烦恼也很多；当你很恨某一个人的时候呢，你的嗔恨心也很多啊。那么痴心，人家说妄想，明明做不到的、得不到的事情呢，你拼命的去追求，实际上这个就是痴慢。所以我们在人间呢，要克服自己，什么事情都是我见，见到的都是我认为是的，边见是边上听到的、你看见的，邪见明明是不正的，你用邪思邪念来见到它，啊，见取见就是见到了，你马上就觉得这是真的了。还有戒取见，就是呢，你要记住很多东西它不是正的，你靠着戒来取得这个戒。但是呢，你如果不戒的话，你取得的这个戒呢，那是不正的。所以呢，
我们要记住，我们做人动不动就碰到我认为我见到的事情，实际上人世间的事情都是假我了，它不是真我了。所以一个人如果过分的执着以自我，他就会很可怜的。我很痛苦，我很难过，我怎么会这样呢？啊，我为什么会恨他？他为什么对我这样？明明是我对的，他为什么还要这么欺负我？他永远离不开这个我字，所以他就永远修不好心，永远不会超脱。因为人的痛苦就是因为有个我呀。如果你脑子里经常想着大家，你就会很幸福，你就会经常帮助到大家。因为你有个我字，所以呢你就执着于我相，所以大家要把我放开。那么根基讲起来呢，实际上就是要懂得不要去去见私货，不要去认为这个事情你说的都是对的，而且呢对任何事情呢不能迷惑，要清楚这个事情是好事情我可以做，这个事情呢是不好的事情我不能做。所以我们要记住，如果我们学的大乘佛法，这就是根性要很重要。因为学大乘佛法的人呢要大发菩提心啊，要多发菩提心啊，而且要遍修六度万行啊。也就是说我们学大乘佛法的人是来救度众生的，不单单要把自己修好，还要呢去救度众生。而且要修什么？修六度，修万行，哎呀，成千上万的行为都要修得像菩萨一样，要帮助人家呀。所以我们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也就是说我们在学佛救度众生的时候，上面呢要好好的修行佛道，下面呢要度化众生，所以才叫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听众朋友们，说起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实际上就这个八个字一辈子都不一定做得到，但是呢也可以做到，希望是永远做到。当你有这个上求佛道的心，当你有这个下面度化众生的心，实际上你已经是在行菩萨道了。我们要心无缘慈啊，起同体悲啊，也就是说我们要有无缘无故的一种慈悲，叫无缘慈。不是因为他是你的孩子，不是因为他是你的妻子，不是因为他是你的父母亲，不是因为他跟你是好朋友，你才帮他，你才慈悲他。实际上我们看见所有的人，我们都要起这种慈悲心，犹如观世音菩萨一样，这就叫无缘慈啊。无缘无故的去帮助人家，这就是菩萨。同体悲讲的是人伤我痛啊，比方说某个国家打仗了，报纸上报道有多少人因为打仗受到残害，断胳膊断腿，很多人多少人自己死了，像这些你难过不难过？如果你难过了，就是同体悲。如果你觉得这是人家的事情跟我没关系，
这就说明你这个人没有同体慈悲。什么叫人伤我痛啊？人家受伤了，我心里很难过，那就叫人伤我痛了，对不对？如果人家痛了，你没有感觉，你就没有同体大悲。所以我们学会在人间啊，要心无缘慈，起同体悲，而且我们不要住在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如果你在布施当中你有目的的布施，实际上你就是在色声香味触法当中行布施。为什么？你有目的的布施就不行。很多人劝人家啊买这个买那个的时候，如果真的为人家好，那就叫无缘，没有缘故的。我不为自己的利益所迷惑，我在帮助众生。很多人帮助人的时候意念已经很差了，他为了赚人家的钱，他为了达到自己某一种目的而行布施，那个就是你住在色声香味触法里边的。所以我们不要住在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样的话呢，你才能行六度万行啊。六度万行就是波罗呀，就是有智慧的布施啊。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要你度脱一切众生啊。什么叫度脱一切众生啊？把所有的众生全部都要救度他们。你发此愿，你做此行，必能得到你有此果呀。这个果报就是你救度一切众生，你就是菩萨界。所以当你境界上到了菩萨界的时候，你基本上是心想事成啊。听众朋友们，大家要记住，不见能度之我，与所度之人及众生，并所证之无余涅槃之受相啊！大家知道吗？在救人当中，不能看到自我，你要忘了自我，你才能救度众生啊！所以叫不见能度之我呀，与所度之人及众生，就是你在度众生的时候，你所有的人，你和要度的众生当中，并所证之无余涅槃之受相者，也就是说，你要度的所有的众生，你不要去看他是怎么样的人，他做什么样的工作，你要用一种涅槃之受者相，也就是说，当涅槃的时候，实际上你把世界上人间的东西一切都忘空了，你不会认为这个人我要度，那个人我不能度。你要去度所有人的时候，当你还不知道他的孽障有否时，你要抱着这个心。你不管他是老老少少，小孩长者，实际上他们都是菩萨在世。所以很多学佛的人经常把一些老人家称为老菩萨，小孩子把他们称为小菩萨，把自己的父母亲称为自己的父母亲，
把人家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才叫无缘大慈，这才叫不见能度之我呀。当你度人的时候，你不要想到自己，你就不会执着，不会有所而求，这样的功德那才叫无私的功德呀。听众朋友们，我们知道在学佛度众当中要不着相。什么叫不着相呢？就是不要以为我做了一点善事了，我天天的沉迷在我所做的善事当中。你今天救度了众生，你不要天天沉迷在救度众生当中。你今天帮了人家了，也就是说叫你不要天天沉迷在我做的这些善事当中，要天天等着人家来感谢你，来拜你，这就是着相。大家记住，台长跟大家说一个小笑话，说有一名居士，他捐了2000块钱，然后呢他知道不着相啊，我要无，就是无相布施，就是我们不着相的布施，我不留名。就像很多人到庙里去做功德啊，和尚说啊，写个名字下来，实际上写个名字叫着相布施。不着相布施呢，就是不留名，不留名的布施，那个层次绝对要比那个留名的层次要高。那么台长跟大家说的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说有一个居士，他乐善好施，但是呢他呢学不着相布施，他捐了2000块钱之后，那么他也没有写名字，结果呢报纸上登出来了，他呢看见他的朋友来了，他就给他朋友看，你看看见了没有啊，这个2000块钱看见吗，后面写的无名氏，你知道这个无名氏是谁呀，那就是我呀。实际上他还是在着相布施，所以我们学佛做人要不着相，就是不要去被自己所做的一些善事，所做的一些功德沾沾自喜而有减少。因为当你做善事很多的时候，你不说人家更感激你，就像我们人间一样，当你帮助了人家，到处去讲是我帮助了他，是我帮助了他，你的功德就少很多，人家最后是是他帮的，不过其他人也能帮我的。你想想看，他不是善事有肉，功德有肉吗？一个人帮助人要用心，帮的人不讲，人家从心里更感激你，帮的人到处去讲，你就有漏了。所以啊，就像很多人天天在念经做功德，过一会儿跟人家吵架，那就叫火烧功德林一样，你的功德会随着你着相而慢慢的消失。听众朋友们，大家要记住，我们做功德也是有根基的。很多孩子从小生出来就懂得做功德、做善事，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的父母亲从小对他的教育，当父母亲从小乐善好施，帮助人家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就无形当中慢慢的学会了。当爸爸妈妈去放生的时候，孩子一定会问妈妈，这些鱼你把它们放掉了，它们还会死吗？爸爸妈妈说，你把它们放了，它们就不会被人家烧着煮着吃了。就这么一句话可以令孩子根基圆满了。根基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先天的是你前世带来的，后天的需要我们来弥补，
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从小就要带孩子放生，从小就要告诉他很多的动物不能打死他的，我们从小就要告诉他人要有慈悲心，要懂得原谅人家。实际上你教了孩子这些之后，你所得到的就是孩子以后对你更孝顺。有些父母亲很愚痴，从小就跟孩子说他不好你打他，他对你不好你就骂他，你就在心里恨他。等到妈妈大起来跟孩子发生矛盾，爸爸跟孩子发生矛盾的时候，孩子就很恨他，孩子就骂他。等到他爸爸一听你居然小孩子敢骂爸爸骂妈妈，他上去打他的时候，孩子就打他。谁教育的？这个根基，这个后天的根基就叫报应，就是你们父母所为啊。所以要懂得根基是很重要的。好，听众朋友们，今天呢台长的半个小时的白话佛法呢只能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台长呢在这个节目之后呢还有一个小时的啊悬疑问答节目，是从12:30到1:30，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奋进努力，改变自己，改变自我，用白话佛法来指引你的康庄大道。